여러분 안녕하세요. 大家好，我是 Dan. 今天想要先问一下大家，大家 知道 泰国出生的 Blackpink Lisa 与 YOUNG MINI 两位女 idol 有哪两个共同点吗？ 实力好， 颜值高？ No. 总之 Lisa 与 MINI 第一个共同点是语言天才。 나 한국 온지 6년쯤 됐어. 4개국어. 3개국어. 사지사. 차. 차? 뭐야? 태국어, 한국어, 영어, 일본어. 민니 언니가 5개국어. 한국어, 영어, 태국어 진짜 잘하는데 중국어, 일본 조금. 第二个共同点是死守刘海. 밟거나 막 몸 때리거나 이렇게 이동할 때 그것까지는 다 괜찮은데 앞머리 살짝 스치지? 주먹 날라와. 초딩 4학년 때부터 있어가지고. 초딩이란 말도 안 하고. 봐봐요 여러분. 저 앞머리 잘랐어요. 5년 만에 자른 거예요, 아세요? 슈아는 제 앞머리 별로 안 좋아해요. 민니自己说自己中文不是很好，但却用中文丑架赢了雨琦。最后，민니跟舒华说：“嗯，不要摸，这个太可爱了。” Lisa， 哼，这个太可爱了。 Lisa 的韩文真的是太自然了。然后我觉得这两位泰国出身的女 idol 跟我也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很会撒娇。 还没有结束，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六月份 K-pop 女团品牌形象排行榜，30位 FX， 29位 Ladies Code， 28位 La Boom， 27位 Kepler。 26位 로켓 펀치， 25位 시그니처， 24位 EXID， 23位 스테이시， 22位 이지， 21位 Dreamcatcher， 20位 Mix， 19位 April， 18位 우주소녀， 17位 Kirstie， 16位 Alice， 15位 Mamamoo， 14位 Promise Nine， 13位 A Pink， 12位 Oh My Girl。11位 Haiki， 10位 Red Velvet， 9位 소녀시대， 8位 The Seraphim， 7位 IVE， 6位 피프티 피프티， 5位 트와이스， 4位 에스파， 3位 뉴진스， 2位 여자아이들， 6月女团一位是 BLACKPINK， 最多相关关键词是突破性感扩散，解你世界巡回首游征服评分析结果，正面评价占 85.07%。